实音乐季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来邀请到张家宏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。来，张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好，大家好。老师，你在这段时间都在忙什么呀？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彩排一代伊人杜聪明这个台语的这个音乐剧。老师，在这出戏里面，以您的身份地位，不会是演主角吧？被你猜对了，我就是演那个一代伊人杜聪明，看起来就很聪明，对不对？老师，听说你这次很厉害，里面唱了非常多重要的曲子，而且个个都有飙高音哦。对啊，这一次的音乐剧，我是个人，我就唱了七首曲子。啊、哦，天哪！老师，那每一首想必都是你很爱的，但是你今天还是要介绍一首比较特别的给我们。哦，好，那我今天就来为大家带一首，是由我们台南的知名的作曲家林志明老师他所写的一首曲子。那么林老师他其实在这出音乐剧里面有好几首曲子，那我个人问他，他说他最喜欢的呢就是哦这一首曲子。那么这首曲子的原诗呢是由林仲恒先生来做的。是你说哦，是主莲藕汤的那个藕吗？对，就是那个莲藕。藕断丝连的藕吗？对，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藕。哇塞，这意境，我现在听了都鸡皮疙瘩了。我们现在一同来欣赏这首藕吧。Oh
是杜武清，杜聪明博士讲学基金会的董事长。台湾青年管乐团在2014年自发性推展福尔摩沙留声机的编剧创作计划，我很认同这个计划的宗旨：台湾人的脸孔要由台湾人来描述，台湾人的故事要由台湾人来传送。而这台文创作音乐剧《一代伊人杜聪明》，对我是一个惊喜，因为杜聪明是我的阿公，后人能够以如此高雅华丽的方式来纪念他，对我们后代是一个求之不得的事。在台湾首屈一指的演艺厅魏武营演出，我相信效果将会精彩万分。最近三立电视台的导读台湾详细介绍杜聪明的实验治疗法，谈起临床有效回推的理论落实在新冠一号的研发，所以正好我们可以这次音乐剧向防疫的工作医疗人员致敬。杜聪明基金会很荣幸能够赞助这场音乐会的演出，我代表基金会向编剧、编曲家、声乐家和所有台湾青年管乐团的人员感恩，辛苦你们了。